里面呢，年纪最小，肉体最鲜嫩，基本上全身都可以抚摸。点排率最高的红牌，摸摸奖呢，可以接受他胸部以上任何部位的抚摸。我们又有提供小姐带出场的服务，只要帮我们签下这份终身包养契约书，就可以带我们的妹妹回家咯。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我们肉条通最知名的 Neko 猫咪酒店。来到 Neko 的基本消费呢，就是只能看不能摸，你们呢就是来欣赏我们的美眉们的美色，各种卖萌给你看。由于我们的小姐气管娇嫩，所以本店全面禁止吸烟，烟灰缸打人的事情绝对不会在我们 Neko 发生。你觉得嘴馋想吃点东西的话，我们也有一些招牌小吃可以做单点，想要来一份天堂肉泥吗？好的，马上为您准备。哦，这些东西呢，当然都是只给小姐吃的，不是给你们人类的。当你看到我们的小姐呢，看到心痒痒，手有点控制不了，就可以加购我们的服务哦。人可以在你欧北蒙，如果你被咬的话，我们不负责任哦，因为我们每个妹妹的个性都不一样。摸我们的妹妹之前要记得有礼貌。首先呢，你要先让小姐闻闻你的手的味道，小姐呢不排斥之后，你才可以开始摸她们。大部分来说呢，我们最喜欢被摸下巴了，可以先从这个地方开始尝试。如果你想要不要命的话呢，你可以直接从肚子开始摸起来，下场会很惨。首先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位小姐，黑鲁酱。我们店里面呢，年纪最小，肉体最鲜嫩，基本上全身都可以抚摸。黑鲁酱呢，在 Neko 的业绩做得还不错啦，因为她非常的爱吃。第二位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有个性的努努酱。这位小姐呢，个性比较阴晴不定一点，建议如果你想跟她相处或是抚摸她的话呢，可以先保我们的意外险哦。最后最后是我们 Neko 的点台率最高的红牌摸摸酱。摸摸奖呢，可以接受他胸部以上任何部位的抚摸。那如果你是有保意外险的客人呢，可以尝试拍他的屁屁，但是你的手要闪得非常的快，不然会留下几个洞哦。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几位红牌小姐之外呢，如果说客人您有缘在 Neko 看到其他心仪的妹妹，我们又有提供小姐带出场的服务，只要帮我们签下这份终身包养契约书，就可以带我们的妹妹回家咯。在我们肉条通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吸猫，欢迎大家有事没事来贡献赡养费给我们，可以来找小姐吸一下哦。